口爱超商吉祥部伫台顶唱歌跳舞，这是超商业者来巡回关心偏乡病童，也是北港妈祖病院欢庆29周年的精彩内容。期待时间，我们走遍了大概15个县市、24所医院，那也探寻了哈，探访了超过1000位的一个小朋友哈。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把我们 Open 奖的精神，哦，我们快乐跟希望的精神能够带给大家。啊，北港附设医院呢，也在这里啊，在台湾最偏远，北港是最偏远的地方，能够大家缴一样的保费，然后呢就可以在地医疗，哦，就不用到台中，又不用在台北，哦，为了开脑，为了开心，哦，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做到最好的治疗。北港妈祖病院借着机会向大家宣布，要和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合作，定义来新年爱册库据点。希望偏乡的小孩，还有高三、大一的学生呢，能够拥有全世界他们想要读的书啊，所以我们成立爱的书库。我们的书籍不管在大都会或是在偏远地区，都是同步的啊，往后。我们还会结合很多这个电子书籍，所以希望各位贤达啊，有机会的话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。北港妈祖病院未来这50册的册本会在偏乡和其他校区互换，病院也期待借着举办疫情活动，让大家看见偏乡医疗的进步和努力。院长也表示，新的医疗大楼也将要正式开工，预计明年会当扩大服务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